场圆游会是一个你好，别人也要更好的一场快乐圆游会。那么谢谢大家在今天的圆游会的摆上，也让我们一起在慈善事工里面往前更推进一大步。记得我们来这一边是要创造故事，创造团队，创造那美好的一个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再一次给所有的人一个的掌声鼓励一下。一，请希望基金会2023年给梦想一双翅膀爱心义卖圆游会正式开始。